你小孩长大，你就要担心你老公跟别人家的妈妈。然后你要担心你啊，对，不会，嘉良不会这样。嘉良是一个，他是很内向的。然后你不要小看现在很多妈妈很辣哎，没有，他不会，他就算再辣，他也不会就是很主动做这些事情。连别的妈妈会主动吗？他是被动。别人会主动。再被动的男人也抵挡不了主动的妈妈。对。